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神，欢迎回到 Blast Off 末日幸存者，早安呢，早安呢。我怎么在这里？今天是末日幸存者的第七集，我们人到火星啦！哇塞，我怎么在火星上啊？好冷啊，无星爸爸！我不是在太空吗？而且拉神，你怎么在这边？我好冷，抱我，抱我，舔我！等一下，路呢？来抱抱抱抱，路呢？路是不是快冻结了？我已经变冰块了。我看到路了，好冷哦！再快点靠在一起取暖。好冷，太冷了，冷了死了！为什么我们会在火星上？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我们要引火。不对，这是太空怎么引火？等一下，我们要先建造那个维持生命的设施。五星爸爸，快动脑，快动脑啊！快！可是我哪里有东西啊？你们有什么设施吗？那个在哪里？那个量子什么东西的？我做的。是什么？有没有用啦？哇！为什么你会有这么多高科技东西？因为我在你晕倒的期间，我很聪明，很努力，一直读书，然后一直看你以前留下来的著作，然后不停的读，不停的研究，然后日日夜夜都在看着你的著作，然后做出这些东西。我觉得我很棒，你有没有称赞？阿士，你怎么突然变这么聪明啊？所以这个是什么？我做出来的东西？叫量子桥。我就知道，我一定做得到。我们要创造一个 singularity， 听不懂。奇异点、啊、我们要创造一个基点啊。好，基点可以做什么啊？基点是不是可以让爆们点我影片点喜欢啦、啊？赶快用力的点一下。今天要几个喜欢呢？看看我们今天可不可以突破，来个16666个喜欢好了。如果爆们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，别忘了可以留下一个大大的喜欢，让我们知道。所以乌星爸爸，基点可以干嘛？我快冷死了。又冷又饿，我们开启了一个量子通道，通往我们地球的。这太作弊了吧！太神了、wow. 所以我说这个东西要怎么取暖？我可以把自己传送回去吗？我从这个电磁桥听到陆家的猫咪的声音呢，是琪琪吗？太神了吧！琪琪，太厉害了！琪琪，琪琪，琪琪不叫了、哦。根据我的这个不可靠的技能，陆宝宝。我记得有一个保暖衣，来，保暖衣，这边有一套，看谁要先穿。我的，路不要跟我抢，我的，欸、这个给你，这个我不要， yeah. 我抢到胸甲跟那个衣服，我先穿起来。要穿在哪里？ Oh. 穿在太空的地方吗？有，对，穿在太空模组右边有一个。为什么它那么长啊？等一下，不对，这个是什么？不行，这个不要。快点穿上你的裤子啦！我、哦、不行，那个帽子给我，路，我要帽子。那个鞋子在那里，我还是不够暖。我还是不够暖，这是什么？看一下，啊哦、有帽子，这个给你，这个给你，来，这个给我，还是会刮呢，还是会刮呢。哎呦，鞋子还有吗？还有在远远的地方，可是那两个都穿起来都不是很好，看一下哦，我看一下，哎呦，好冷哦。你们还有缺什么部件？不行啊，为什么这个鞋子穿起来？没有鞋子，那个鞋子穿起来像腿呢。啊，我觉得好暖和啊！我还是好冷哦、啊！我要死在火星上了！不要穿，我只穿裤子，裤子你。Nice。哦，疯狂！我为了上火星，连我的自尊都丢了。然后你可以说这是内搭裤，跟传统裤子是不一样的。这是哦，这是长版内裤哦，这是内裤哦。对耶，这是内裤了，爸爸，我的红条纹内裤。哎、啊，我的鞋鞋也可以给我一个吗？我也要穿鞋鞋。哎呦，你看我还在痛呢。鞋鞋，还缺一双鞋子吗？对。哎、这个好强哦！我就知道我做得到，什么奇异点嘛，对不对？我在书上看很多啦。耶、yeah, ！所以你们要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会在火星？是一个很长的故事。对，如果我回来了，我速度变好快哦！哇！在、okay. 我只记得上次我们在那个月球啊，不是遇到那个大卫嘛、嗯？他叫我们来火星啊，他是鸡巴酱。对，我只记得这件事情，我也记得东西不多，我就只记得他是一个鸡巴样。好了，你不要讲那么多啦。既然我们现在人都到火星之后，大卫有跟我们讲说在火星上面有宝物，对不对？他是说真的吗？我已经被他害太多次了，好吗？是，那我们来做个这个车吧，我们还是要来开车。好，所以今天这一集是火星寻找启示矿之旅。哒哒，要火星有启示传说吗？我怎么不记得？啊，我不是为了启示才来火星的。
什么？哦，大卫说密宝，可是不是说起司啊？什么？嗯，我的起司才来的。哦，没有呼吸东西嘛？我们干脆利用这个量子纠缠的黑科技，把我的头伸进去吗？不噜不噜不噜，没有用呢、啊。不噜不噜不噜，来，我从里面拿出了一个很特别的中介包包给你。哎呦，哦，失传已久的金门菜，金门菜刀好久不见了啊！好了，有这个我就不怕了。你们要氧气的话，就把空的氧气罐丢进去，他们就会帮你充饱充满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哦，是以前那个充电的设施了，哦，好方便哦！它除了充电还可以充氧气，是不是？对对对。好诶，好，那我们现在要去哪里冒险？这里是火星，对不对？重力感觉好像比月球还轻哦。而且我发现我们这一次降下来的那个画面好可爱哦，那降下来是用那个防撞的那个管用，所以是代表我们不用回去了吗？我们的船呢？哦，船啊，应该还在那个球里面哦。哦，好，幸好，幸好，幸好，我先回去找我的球，那是我的球哦。哎、欸，还在，还在。哎、欸，这个我已经拿了。好，球跟我走，球，葡萄，葡萄球，球不跟我走，葡萄球，落、哦、有了，落在那边，在里面。在哪里？啊，不对，不对，在这边，在这边。这个是我的，这个是我的。哦，我们已经有一个小小的前进基地了，看起来好酷哦。我这个样子好可爱哦！我先把我的那个氧气罐换一桶好了，不然我身上的氧气已经快没了。先换一桶好的。我、哦、这真的是黑科技呢！我们去月球的时候怎么那么辛苦啊？真的？哎，这里简单多了。哎、欸，你们的车呢？拿出来啊！之前不是打包了吗？车哦，箱子哦，对哦，我一直没有机会把它拿出来。我、哦、终于跟你们会面了。来，这个应该就是车了。我要打开包装。噠噠打开包装，里面有车车吗？嗯，车车不见了，不行！我是种子，车车不见，里面怎么都是一些垃圾啊？该不会在原本那个路的那个箱子吧？那个在地球啊！有哎，哇惨！啊，只好啊这样子好了啦，我坐啦，你们帮我推车啦，好不好？好，老牛推车。好了，走了。哎、欸，你是你帮我推车呢？你们是 NPC？ 哎、欸，不对，那是别的宇宙的。来喽，帮我推车了吗？好好好，我们要往哪里走？往先随便什么地方走，看看这个风景啊。好啊，好啊。火星优美的景致。啊，那边有奇怪的陨石呢？这里我看一下，哪里？哎呀，这不是陨石哦，阿神，你过来看看。什么？用你的十字镐敲爆它，会发生不好的事吗？真的，哎呀，这个就是火星的外星人的事，又十字镐了，吓我一大跳。十字镐，好，来喽，我要敲喽，我不客气喽。呵，敲一次就好。哇，那是什么？恭喜你获得一个外星宠物。哎呦，好萌哦！这狗子耶，跟我走。他的脸呢？哎呦哎呦，他没有眼睛哎，他是一条虫哎。你可以给他点右键打开一个画面哦。我可以帮他取名字。对，你还可以给他装备这个背包。好玩。OK， 还可以叫他坐下哎 ，sit。这都棉花怪呢。哇不！把它掉了。我按错键了。对不起，相处时间是如此的短暂吗？我才跟你认识不到五秒钟，不录，不录了啦，不录了，没关系，这个蛋在外星上到处都是。可是，我本来是想要右键的，没关系，我们抛下悲伤的回忆继续往前走。哇，哎呦！哎呦，有水哎、欸！哇、wow、哦、啊，有瓶就代表有水，好大一个坑哦！哪里？所以火星上有水？火星呢，在现实世界中呢，其实是的确有水的。它跟地球一样有极环，就是北极环跟南极环。那哦，是真的水，但是火星上没有这种真的水啦。应该是水流出来了。
哇，我的车！生命！等一下，泡水车，泡水车了！哎，泡水车要打折哦，怎么办？我要先往上撸，我要先往上撸。的确，在火星上面呢，有就是有发现冰，这个是确切的，已经有证实的。但是有没有生命呢？还没有。哦，前面还有蛋，这换谁？我不是一个会养宠物的人，谁要养这一只绿色的？我才是一条绿虫啦。鹿吧，好吧，我本身就宠物了，还养宠物啊？啊，对哈、哦。那悟星爸爸嘞？爸爸，我这边有发现另外一个黄色的。你看，爸爸都偷跑，那我就敲喽。OK， 不客气喽。等一下哦。哦哦，我叫你不要再老马了。我叫你 Yellow 小黄， okay, 你要 follow 我好吗？哦 ，Yellow。跟我走，跟我走 ，yellow，yellow，yellow， 啊，你也是 yellow， 他、啊、为什么不跟我走？ Yellow. 跟我走啊，来来，你跑远一点，看看他会不会跟你走 ？yellow，yellow 过来 ，yellow，yellow 你怎么那么不乖？他有表情，就他妈的，好萌，好萌哦，好萌哦，他有表情啊，有两点呢，好萌哦。欸，他还有喜欢的食物，你看他有什么 favorite food？ 啊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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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在动了，他在动了。我的 yellow 感觉很茫然，他不知道人生往哪里走，往这里 yellow。啊，生平无大志啊，只求成为 yellow。yellow 过来，有了 yellow 动起来了，动起来了，来来，爸爸这，嗯啊，乖。他喜欢吃什么？他喜欢吃这个叫做什么来着的？火药粉。哦，所以你可以喂他吃火药粉，他可能会比较爽。啊，你是喜欢吃绿宝石哦？好凶哦，怎么办？好了，我们继续往前走。我这台车可以爬上去，真的是很猛，四轮传动，好强哦！等等，路易怎么直接用飞呢？你给我下来！啊，我腿酸，我飞起来了！啊，还好火星其实重力也比较轻一点。对啊，轻轻的。哦，要找洞口，对不对？对，前方是不是有破洞啊？这里耶！哦、oh ，来来来，这可以下去吗？这个是吗？还是它只是奇怪的洞口啊？我下去 check 看看。我也要，我也要。哎呦，哇！拿好我的金门菜刀，来，走好哦，耶喽，走喽。噔噔噔，哎，下面好像蛮大的哦。这太假了，哎，这是不同的洞窟哦。哎，等一下，这是两个不一样的洞窟，我不想死在另外一个洞窟里面。啊，这是浅层破洞啦，来来来，过来这边。哎呦哎呦哎呦，好酷哦！而且有很多分岔路。你看左上角那个地图，这是蚂蚁洞哦。怎么办？我们要分开走吗？还是啊、恐怖片的那个分开走是智障的选择？我们一起走好吗？那我们跟着阿神走来。好，我走这里。这个俗话说得好，这种不知道该怎么走的时候，交给路痴就对了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交给我。哦，好黑哦，妈妈。我要走中间。哇，这真的是那个哎、欸，蚂蚁洞哎、欸，走不到底哎、欸。火星红红的感觉，有点不太舒服。我们把火把插在、欸、前面，这是什么？上面是冰块吧？哦，是冰块、okay。真的到处都是冰块呢、欸。前面有亮。亮光欸，为什么会有奇怪的？哦，我们还在浅层吗？对，可能还在浅层，尽量往深处走看看。那我们走到深处了。好，哦、好深哦，好深哦！哇哇，好酷哦！无底洞。哦，死路各位，换、另外一个人带路，换悟星爸爸。一咻上来。哇，真的好酷，他比地球的还酷欸、真的。好炫哦。你家的虫虫居然叫咪咕，我连武器工具都取咪咕，万物皆咪咕。哇，这已经是一个万物合一的概念了。探测眼镜，我身上有一个奇怪的眼镜欸。哦，那是我刚刚丢给你的，来，这个鹿也丢。哇、哦，那你过来，好帅。再再看，这是什么？这个好像是可以来找矿物一样子欸，我也再再看。哦，好酷，好酷哦，好酷哦。欸，你画面中会看到一些特殊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嗯，那是矿物，你看我把它敲掉了，那就没了。哎、欸，好炫哦！气耶！哇哇，做不做？我要带着，哇，好酷！啊啊，那个它会显示宝藏的位置吗？不晓得它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们再走回头路吗？没有啊，这是往下走啊。哦、没有。哦，这个深坑。啊，深坑下面什么都没有。出现奇怪的声音耶、欸！鬼绝哦！
脚下有骚动声，脚下有骚动，我已经走了个半小时还没看到那个东西啊。可是我觉得应该有啊，为什么走出来了？二十好，换人找，换人。不不不不不，我有感觉，我有感觉，我有 feel， 我要走这，有 feel 有 feel， 我剩下两根火把，谁可以支援？哎呦，好深哦，好深哦。有阿神走到另外一条路了。你们在哪里？在这里，在这里。给我几个火把。好，给你28个。谢谢。让我继续探险。我嗅到了，我嗅到这边有不一样的味道。好深，好深，好深，超深的，超深的。各位小心。哎呦。OK OK， 我太空衣。更深呢，更深呢。附近好多矿物哦。我们要直接通往地狱了。什么？什么东西？喂！哎！喂！哎！喂！路，快下来看路！怎么了？我们发现文明了！哇，哇，地底生态 ！What the heck？ 哇哦！哇哇，那什么？哎，什么声音？这中毒了！哎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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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阎老，阎老！哦，小心阎老过来！我他们扣血。阎老这边八滴，阎老撑着，阎老撑着。危险危险！这东西有毒，啊，要小心。先坐着，叫他们 sit。OK， yellow sit， 乖 yellow。他们升等了哎，他的等级提升了哎，真的哎，血也变多了。对啊，可是要怎么补血？要给他吃他喜欢吃的东西，可是还对，可能。鹿还好吗？我们比起宠物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关心一下鹿啊？你中毒好久，没事。好啊，撑住了吗？好，没事。生态域哎，可是生物嘞。什么植物啊？还是留着奇怪的异洞哦！这个我继续往下走哦，好，小心那个水有毒哦。什么声音？泥浆怪！哇，泥浆怪！哎，你看这个小虫虫啊！耶，等一下，附近都是怪物！哇，我超会对付外星人的，状况解除。哎呀，哎呦，像虫虫哎，它咬人会中毒啊！哎呀，哎呀，你看我前面那个骷髅。哦，好亮哦！哦，拿掉它就不会亮了。不要一直揍我！哎、啊欸，我以为是火星的怪物会特别亮。哎呦，这些哎呦好多虫，好恶啊，好恶啊，好恶心啊！不要踩到那些泥浆。我们可以先离开这个地方了吗？我不觉得宝物会在这里。有点恐怖，这些看起来是 不太欢迎我们。好恶心啊！去把金门菜刀。带着我们的小虫虫离开吧。好好。我家的 yellow 呢？这里这里，好，嘿，小泥浆怪好多，糟糕糟糕糟糕，啊啊！哎呀，我前面有一排哎，金门菜刀 yellow，、哦、走开，火药，走开走开 ，yellow， 我找到你爱吃的东西了，喂你吃，我可以治疗它，或者是让它长大长大。哎呦，它又在揍我家，走开。走走走开，走开，走开。OK， 好好，没事没事。Yellow， 我在喂 Yellow 吃，长大。哎呦，他都一直被攻击哎，他快死掉了。Yellow 过来 ，Yellow 过来。他一直扣血。OK， 好好，为什么一直冒出来啊？停不下来哎。不要踩到那些液体。停不下来，停不下来。停不下来。哇，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！我们离开这个地方了 ，Yellow 走，杀一只多两只啊 ！Yellow 走 ，Yellow 走，走走走走走，我们走起来，我们走起来，嘿，走，原路回去！哇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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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！Go go go！ 什么什么什么？出现了精英怪，快走！哎呀 ，Yellow， 过来 ，Yellow，Yellow， 别站了。过来 ，Yellow，Yellow，Yellow 聪明 ，Yellow 聪明，好 ，Yellow 你在那里，爸爸去救你。他一直爬上去了。好好，Yellow 还记得爸爸教你的瞬间传送吗？你要用瞬间传送 ，Yellow 不？什么大卫的宝物我不要了，还我耶了！外星的友谊就这么短暂，我们再去养一只。不要！哎呀，这是生命啊！哎，出来了，
出来了之后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被包围了，这是一个 trap。哇 ！OK， 外面有点恐怖。该死！啊！都是害的！把我淹了！稍停一下。不要！哇！把我淹了！被伤到自己了。把我淹了！哎、欸，我也不不不不，上上来了，阿哲，你跑哪去了？就是对一号。这里是什么地方？感觉有点诡异耶。你有听到那滴的声音吗？真的，好毛哦，有点湿冷的感觉。这是跟月球上面那个一模一样的东西吗？很类似呢，在这里可以找到 yellow 吗？我要去找 yellow。会有什么特殊的秘宝？我要去找 yellow。这该不会就是大卫说的那个秘宝了吧？哦，小心一点！你们后面小心！什么？哎呦！哎呦！蜘蛛！我封印。感觉有人在偷偷看我们。又有更多的怪物了。哎呦！危险！哦，为什么？我觉得这个地方有一种熟悉的感觉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这个路好像走过样子。是因为我们去过月球的关系吗？可能吧。什么地方？封印。可是这里的声音听起来好熟悉哦。这个雨声还是水滴声，有一种。是因为我们太怀念。哦。一道红色的墙，是因为我们太怀念地球的生活了吗？我想到在前几天我还在地球上面淋雨，你们把我抛下的日子。哦，刚刚 Yellow 一定也是觉得我把他给抛下了，对不对？没有，爸爸没有抛下你。哎呦，前面有箱子哎。哎，箱子。各位小心。我觉得那怪怪的。我开喽。好。好。有什么？有唱片。十三号唱片。这不是地球的东西吗？嗯。还有玫瑰花哎。护心路。什么？前面。路，不行！告诉我，我不是脑袋出了什么问题吧？我也看到了，这的确在这边。嗯，还有电。哦，为什么我有一种不妙的预感啊？